我去那个东西。等你一下、哦。哎、欸，回来啦！太樱花了。嗯，但还在上班吗？不吃饭肌肉会跑掉，不用怕啦，再练就有了，对不对？来，解任务了哦、喔，开始解任务了。没关系，我们等人好不好？等人过程中，我可以继续玩的。嗯，他刚是谁？你睡不着，他来打吗？哇，怎么今天比昨天还要多人？天哪，现在没什么人呢。你不会打，你给我学，你给我学。过一堆会打的，就你不会打，你这样会被欺负哦。没有，只要解任务啦，解完任务再看怎样。再看情况，你也不会打，那完蛋了。我本来真的是想要昨天八点开啊，可是下午一直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到了六七点才睡，你就睡着了。能扫猫砂，扫把一滑砸中我妹的脸、啊、然后咧，那我可以被教主欺负吗？哪种欺负？要看哪一种欺负。你说拿牌尺打你，还是拿麻将丢你之类的？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啊。好像有点 S， 哪一种？哎、欸，你拉拉是新观众嘛？你是不用睡觉、喔，因为昨天也是五六点的时候开的时候你就出现，对不对？啊，现在怎样都不用睡？哦、啊，现在是怎样都不用睡觉的吗？你潜水很久，你看你是不是第一次浮出水面打字被抓到了？嗯你作息跟我很像，你什么作息？不是你什么作息啊？你都几点睡到几点醒？可是我不一定欸，我反正我就是，我六七点，反正我不管几点睡啦，我半夜十
2点到2点会起床，像半夜小雨他们在开那个唱歌台，我就起来就说哦，你在唱歌哎，我就挂着听。爱夏曦，续。怎么排这么惨啊？1、2、3、2、3、4，哎，好像还好。我也不一定能睡就睡得着。碰，我是半夜一定在，真的吗？没有，半夜，我最近也都是，也不是最近啊，一阵子的都是半夜在开那个光遇的夜车团。哎，差一张哎。中秋节快乐！哎，对，中秋节快乐。靠！リジ、リジ、ロ。像我老人生活10点睡，老人更早吧？怎么可以10点？要8、9点才睡啊！リジ。声音有变大，等一下，他是有偷调，等一下哦，没有啊，雀魂的声音怎么有变大的感觉？我以前上学真的是8点睡，我以前上学没有到8点睡，以前学生时代。那时候也还是各种的那种熬夜不睡觉，我还是看不太懂日麻怎么玩。有点难解释欸，这个可能你要问一下我们兔窝的小雨，他那时候成功的带领了5个6个人同时教5个6个人打日麻，然后教一教他们，就是沉迷在日麻之中。你离开学生时代好久了，你何许人也？我也离开很久了，我离开有15、16年了呢。对啊，所以如果真的想学日麻的话，可以去找我们的小鱼老师。好、看小鱼是另外一个鱼啦，用雀魂胶吗？他不是，他是用那个 PowerPoint， 不是 PowerPoint， 他是用那个啦。PPT， 嗨，月下一点，幕后就不见。Done。教主念的没错啊 ，PowerPoint， 哦是哦，哦是哦，没有，就是怕念错，很丢脸。所以我还是资料处理科的啊，理解。所以我还是资处科的，他们念错就很好笑啊，这种事常发生啊。我猜今天是口人麻将，不是哎、欸，今天只是想要那个，想要集结任务而已。集结任务，芝麻。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你要嘛是顺，你看三这边三四五是一个嘛，你就三个为一准。你看三四五一个单位，然后七八九一个单位，然后一二三一个单位，然后你看四五六一个单位嘛，然后每个单位总共有4个单位之后，再加两个一对的麻将，大概就是这样。
小鱼，木字旁的第一个的木字旁，你要答对哦。他是很凶的扳手。欸，不好意思，为什么我的手机看不了自己的台？好扯哦，手机不能看自己的频道是不是？我的频道。哦，有了有了有了。鱼素的鱼。我比较纳闷的是，这个牌桌太可爱了吧？哦，拜托，我觉得幽灵子很可惜。那时候想说早一天晚上，然后狂喂牌给他，让他拿到这个牌桌。但他那时候去了台北嘛，然后就没办法拿到这个牌桌，我觉得好可惜哟。哦，为他感到惋惜啊。我舍不得丢，等一下，黄色只能丢这个、欸。重点是会动啊，或者是这个卡位，你看各种的比例都很棒，绿你个头啦绿！我已经绿过了，我已经被人家绿过，你看绿什么？早上吐窝的怎么都不在啊？拉拉潜水多久啊？有生之年，我开台开这么久，你潜水多久？你说。看，嗯，哎，看来白班很安全呢，小三元，想跟他洗。本人你们认识是不是？你们很熟欸是不是？一早就这么刺激吗？还行欸，看我好不容易，怎样？等我打完。哦，看我好不容易绿一色了。绿一色，你怎么没有？怎么没有？潜水一年多，我这是新账号，另外一只账号是本名哦。那先撇除本名，请问照片是你本人吗？因为我想说，这画质也太不好了吧？你管那么多？我怎么没影响？不知道哎、欸。你想看照片可以换，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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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只有我可以看的话，你再撕我就好。最近知道了白天，等一下哦，好难。欸，你听白板了没？白板快打光了欸。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ラン。结束了、欸、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欸、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ランジラ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早上会有活人吗？我先踢掉。
哦，还是有人呢，好开心哦！啊，潜水一年多，一年多，那也还好，没有，我说我也还好，因为我有一个多月没有开，没有什么开台，刚好你讲白板就来了，然后嘞，可惜了，没了。可惜，可惜。好啦，你要睡了，晚安。好，拜拜。拜啦，拜啦。对，好想你，叫做声音很好听。没有，我跟你讲，最好听的还是这个。幽离子帮我美化的声音，这个。那时候就是。他帮我弄了这个音效之后，我就整个是放弃菜渣给我的音效卡，我就整个爱上了这个声音回不去。不过这个只能透过 OBS 啦，像从 DC 传出去啊，或是其他通讯设备传出去，声音就不一样了，对吧？其实那时候真的很感谢尤里。要帮我忙蛮多东西，好像有人鸟鸡了，鸟鸡，我是鸟鸡。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鸟鸡是鸡，哦哦哦，鸡皮疙瘩、哦。不愧是尤里大大，对呀、啊。那你测试服那边跑的怎样？你不是在囤辣了？哦、昨天那个诺音下午有开台，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啊，我要那个下午开个日麻台，结果他就那么一直唱王心凌的歌，害我没办法关台。欸，顶上开花，没有。不小心手痒，喷了100多根蜡烛。你买了什么？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买了那个斗篷。ならば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那个有金环的斗篷真的好好看。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番茄现在的情况就是，当时一大堆人嫌小王子的披风还是什么不好看，那其实我还是都觉得很好看，但还是会有人觉得不好看。那就发现后面一大堆那种小王子披风，一大堆人说啊，后悔没买到这样。你把万圣节全买，还有新增什么？除了猫咪、猫儿，还有什么？就没了吧？就是之前。露出来的那些。三暗光ドラ。ハネマン。就猫咪哦，哦，就猫咪娃娃跟猫咪的。咦？看，就发型跟那只猫，嫁人猫猫。三安口，蹦，都猫咪，我怀疑公司是不是猫，搞不好开始养猫了啊，对不对？他们办公室开始有猫了，为什么没有兔耳？我以为今年中秋节会多一个兔耳朵的发箍之类的啊，
可惜可惜。砰！其实打日麻没什么技巧，有啦，有所谓的牌效率啊，就是你拼什么牌，然后就几率学、统计学。那再來就是你要把那种牌型记下来，你可以把一番的东西合一合，变到六番八番，这样看起来就很帅。你看，就有所谓的技术不够啊，运气来凑，对吧？碰。你打一个月上的确实就卡，打积分版就很辛苦啊。滚老头！碰！碰！魔镜！杠！杠！哇哇哇哇哇！之前看小岛五部影片吗？哦，对啊，我也觉得，为什么现实有办法，而且在那个节目上面合到纯正九人宝的呢？还有国库三壶干面，什么办法？欸，疾风是在这边啊。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ポンニャ。哇！天哪！ツノ。等人家这是用阳寿打牌，你说看他看他的样子就觉得他已经快差不多了，是不是？不过他好像蛮长寿的，那就是他平时有在烧香拜拜啦，雪鹰安安他平时有在延寿，看看诸葛亮的延寿被魏延给打翻了。小妞早安。你看这位小妞也是当时不会打吗，变得会打吗？没事吗？还是克洛伊？克洛伊是我知道，小妞我忘了。不过好久没好好打麻了。82岁过世，那他的牌运好像蛮好的，对吧？砰！
等一下，我的水饺刚入口。哦，哭了。最近没时间玩啊，我其实也差不多啊。最近就只有好光遇。吴雅勋早安啊！不是不是不是，我原本是想要看小说。就看那个天官赐福小说，然后就觉得最近又有那个迪士尼，所以就开了迪士尼来玩。就现在天官赐福，大概我本来想说给自己就是一天看个20章，像我十天内就可以看完，结果整个因为玩游戏之后整个大底累，天哪、啊！现在我看到还很前面啊，这个篇章我还蛮喜欢。哎、欸，我的天哪！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すま、ごめん。死掉啦！ハク、トイトイ、ドラ、マンガン。啊！感谢三位，感谢 GGA， 感谢 Yuku， 感谢龙猫来打嘛啊！有人来陪我了，没事没事啊。哎，好久不见，早上没什么人，应该蛮好抢的。啊，谢谢陪我解任务，虽然我不知道任务到哪边了。等下打到8点，我出去看一下。最近其实还有一款游戏蛮想玩，可是就有时候动力一下就没了，也不是三分钟热度，就觉得说要吗？还是就算了，然后马上就把念头收回来。你进来试打好了，你谁？你谁？Miki 那个，哦，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啊，疯了吧！我还要做七对子啊！看来被游戏吸走的这句话，我好像之前讲过。什么游戏？刚那局。留50000可能凑不到，可是被拢也很危险。你说我吗？
啊，没事啦，我知道你们在看台啦，没事没事，我自己摸，自己的牌自己摸，好不好？等一下。我不要，我自摸四三克，怎样？大三元什么？我四三克，你留也没用，没事啦。我、哦、完蛋了。太无情了吧！怎么红中跑到你们手上？リーチだよ。神に好かれておらぬ灰なぞ、いくら来ても同じなのじゃ。太难了吧！教主早，嗨，鲑鱼芥末早安。我、哦、等一下八点我要关个麦，八点前我要关个麦，那好像也不用、欸。喂、欸，我按错了、哦，靠腰，我刚才看手机。噔噔噔噔噔。按错啦！白俊战的小三元。我想那么久，为什么没有发？想什么？你要发是不是？还是我来唱歌啊！再来去吃一次馒头。哎、欸，好好好好，你带我，你带我，你带我，我还剩一次馒头的机会，可以吗？小妞，你方便吗？ 不方便没关系，那我来带。我最近其实想要找一个人陪我去跑木图的那个，就是一图到二图那个风，我想要看。到底是哪一个点可以不断手不断背背的方式？我其实有找到一个地方，可是你如果没有跟我同时按那个跳过动画的话，还是会从背上掉下来。来齁，来是什么意思？来馒头还是来割回？小妞，小妞，你在我旁边，你先过去啊！你过去，我再过去。这个是可以加的吗？可以。哎、欸，怎么按？怎么按？怎么按？为什么还没有？是因为我还没有。养屁。今晚我任务还没解完吗？因为我记得我去年也是没有吃到那个月饼，我很不爽。
懒吃爽呗。来哥回，哎呦，来小妞背我。那我要把版权关掉了。就最近，不是最近啊，前阵子啦，练的是那一首，那个叫啥？《本草纲目》。那时候我讲啊，就是听了茄子的声音之后，哦，茄子唱那一段我完全不会唱的歌之后，觉得，哦，原来会的这首歌唱出来的感觉是这样子，然后我就。你就是人家念那个也是也不算 rap， 就是念自己不会的那一段。然后当听到觉得说哇，原来整首如果唱完是这种感觉的话，就还蛮帅的。对，所以我就练的那一首。有没有考虑退曲啊？我退曲要那个最近会啦，因为要玩那个啊高阳，高阳大晋级啊，晋级的高阳。记得是合八次，从合八次，有啊，我就是今天累积到今天，累积到今天一次解啊。期待啊，你怎么换照片了？这是我，你什么？其实用网页版很小。你等我用手机看可以吗？开始真教徒了，对啊，所以但是我到现在其实退群那边都还没碰，晚点看麻子有没有空或是谁。反正半夜是想找杰克他们，就他们关台后马上瞬间人全部跑光，我想说哇，那我要问谁？完了完了完了，都跑光了。リーチだよ。然后觉得。你很遮看不到，笑死。没事啊，我每次没我每张照片能露的就只有眼睛，全身上下只剩下眼睛可以看。可现在老了之后，眼睛就开始你知道肌肤松弛，看起来就觉得很扯。ドラ。腹肌，腹肌快不见了，但是形状还在。没有说快不见啊，就是它还是有形状在那边。教主观众比应该是你，没有没有，男生比较多，男生比女生多。以前粉专还没做实况的时候，因为画画，女生占比比较多。然后开始做实况之后，是男生占比比较多。你想嘛，麦块通常打打杀杀，男生比较爱看，对吧？然后什么女生喜欢看麦块？李姐，嗯。订阅之后第一次跟到直播，嗨你好，我以为女多欸，我蛮喜欢的。说不是不是不是，我说当时啊，等一下哦，我去看一下我现在观众，让我来看看，我丢错张牌，创作者工作室，数据分析，观众，然后嘞，リーチだよ。
啊，再见了，麻薯。哦，女性 44.5%， 男性 55.5%， 未指定使用者 0.1%。 对，我的男女比例是44:55。嘆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对，目前比例是这样。我没人了吗？不好意思哦，那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这个打过对不对？稍等一下，先留给还没打过的。那蛮高的，没有以前粉专 女生比例是60多%，啊，男生那时候也是30几%而已。加到了，可以啦，前面没什么人，其实没差很多，没有有变啊，以前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啊，现在已经多出来。现在人开始多了，但是没有说每个人都会打麻。哎，怎么回来了？哎，你怎么回来了？还有性别比例也想听吗？我看一下哦、喔，性别比的话，观众的年纪落在18-24岁，13岁到17岁有12%，18岁到24岁有48%，25岁到34岁有18%。然后35-44有12%，45-54有6%，55-64有0.9%，65岁以上有0.8%。为什么会有65岁以上呢？很显然就是那种小朋友拿着阿公阿妈的手机在看台，点下订阅这样子。哦，人说，哦对啊，我说人变多了啊，没错啊，没错啊，18%。六继续看我直播啊？你说你吗？没有啦。那我以后开台就说，叔叔阿姨该睡早点睡咯，啊，到了睡觉时间咯。然后，台湾观众有，等一下。台湾观众有68%，香港观众有10%，马来西亚4%，澳门0.7%，美国0.3%。应该都这样。然后我的订阅，我的影片有23%的都还没订阅哦，都还没订阅哦。27%的不多，对啊，啊，我就说了嘛，就麦块的年龄群呢。哎，我在打什么？我在打麻将。为什么要立直嘞？狼牙，安安你好早起，安安我没有睡，没有啊，我睡到半夜起床，最近都如此。Night.
哇哦，很人呢、欸，在你手上，你没杠就是我的了。可恶，我就自摸了。只有阿凡受伤的世界。阿凡受伤了。嗯。来个电风扇、喔、欸好，谢谢小妞，谢谢谢谢。嗯，白帮了血汗之来来来。嗯，用我的房子改写一部历史。哦，是吗？上要当归够几个？对不起。而退群那边，我今天就是小雨他们结束后，好像那边也是还是有版权攻击啊，就是有些会收到一些版权警告的那些信。尤其是去退取开歌回也是，好像也是有风险。阿佑好久不见，有吗？你是哪个阿佑？啊，既然都说好久不见了，嗨，好久不见。朋友当贵够几够？啊，我可以用手机看你照片了，等一下、喔。既然特地换照片给我看，那我就只好看一下。下一节掉哦，我的频道。比较不会被关台啊，对啊，也是齁。哦、我看到了，喝太多了吧？请问你手上拿的是饼干吗？他竟然叫我进一步了解你的频道，我怎么进一步了解？好了啦，冠良，安安。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よし、うん、然後咧、我位牌龍龍呀、去你的死了啦。哎、欸，进步了，东二东二东二。啊，是躺床上什么都没有。好，感谢，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欸，还是我先出去看一下，我先看一下任务到哪边。哇，解了蛮多的了嘛。
感谢感谢，没事，不要讲抱歉，牌桌上就是这样，对不对？你看，每个人都，也不是说每个人就想赢，就想玩而已。你看你玩了之后，但是你赢别人了，你讲了一句抱歉，这样是不是很没礼貌？啊，你都赢了，河牌、敞风、自封，还有什么？混一色、清一色，还好。敞风、自封，立即，立。封纳礼物，反正就是立直长风自封混一色哦。我只要立到一场长风自封混一色，我们就赢了。好的，上见房见，再来哦。来，再讲一次，你是谁？我，你是谁？我又忘了你是谁了，体谅一下，最近真的有吃药哦，是我哦哦哦，好，阿佑安安，有了有了有了，又有印象了，对，好久不见阿佑，混一色是不是？哎，有理，看。这个发量，然后这个眼睛颜色，你就是幽离子啊！啊，不对，我要立直的，靠哭啊！好，立直就算了啦，真好，马上解到任务哎，好棒好棒！我表情又呆了个大概。最近刚上高中，在用一些事情，那很好啊。啊，至于什么玩辅导，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参加。番茄早安，欸，番茄你那个买了吗？那个七蛋，我想说还是七蛋我就 pass， 因为想说从来没玩过，会不会雷到你们？碰碰。完了，打麻将还要隔几场？打麻碰，我也没玩过啊。哦，打麻将要隔几场？隔什么？你说几场之后才能玩是不是？啊，理论上通常都是一天一场啊。但是观看如果不是观看，观众如果少的话，再来做打算。因为以往只有一次是玩到那个没有人抢。哎，为什么？等一下，我为什么还是没月饼？月饼要怎么用？对吧？那一次就大概人数也是卡在40-50人。表情往下拉试试，没有啊，我拉完了，还是要解完任务。嗯，还是要解完任务才有啊，没有欸。
刚看差一次盒，我差一次盒，啊，是最中间那个吗？盒八次才有是不是？所以我打完这场就可以拿到了是不是？那这场打完，不好意思，我要离开，我要离开这个房间，我要去看，我找找看，没关系啦。等下出去应该有，好，我关个麦，我要忙一下。我关到麦吗？没有。白痴！我关到背景音。你要不要吃啊？冠良，再来，冠良，好不好？有没有好吃的？冠良送上来。冠良不是这个。干，我也要弄了。要靠自己了啊！啊！啊！真的是我的粉丝哎！天哪，怎么那么好吃？哈哈。你听什么？你怎么会是听东风啊？天哪，为什么不听自牌啊？不是万子啊，我银色不是才三番，两番。怎么办呢？好，我要立直是不是？我姐刚丢到10000哦，对哦。哇，完了 ，BBQ 了。然后由于因为我都没有玩手游嘛，然后我也没有去载那个什么夜神啊那种手机模拟器，所以不能像小雨他们就是开着模拟器唱歌。哎、欸，不是哎、欸，那是不是要来7000了？
暑いの。不对，打掉这两个比较好哦。啊，打出七条啊！啊，有啦，假的一杯口，混一杯口。啊！本です。リーチ。好像要哭了，已经哭了。欸，不会哭了欸。リーチです。想哭却哭不出来。リーチ。有时候觉得他们不是在那个吗？玩那个模式，就是要抢麦模式。然后有时候觉得说，哦，这首歌他们没听过，我觉得说是我太老，还是我听太多歌，但是又好多歌我自己也没听过。教主下一场应该就有月饼，那万合得到啊？啊！よし、つむ。啊！结果栗子没合牌，好丑，好丑。天牌です。リーチドラニ。リーチツムタンヤオ。去吧，冠良，国士无双啊，没有。冠良，你怎么会丢出这两张过来？你不国了吗？我们的国士冠良嘞？他好像解完肉就，我正在解了，感谢感谢。没有，去年没吃到的月饼，我今年一定要拿来玩一下。嗯，去年的怨恨、怨念。月饼只要解中间哦，哦，只要中间就好了。那我一定有了啊，那不用怕了，我继续解我的励志任务。啊。
就是暂时的我。然后不是有什么你会算你赢的那个模式，我就想说那是什么东西？你会算你赢，那就一大堆外国歌，怪不得你赢。今天中秋一定有月饼。还不错啊，看圆梦安安，早安早安。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よし。有没有愿意施舍这个酷酷的给我解任务啊？哦，真的哦。ランです。你是真的施舍给我，是你不要啊？谢谢你冠良，谢谢。好了啦，冠良，谢谢。看来不是为的。これまずいの。看来真的不是要为的。我去上班咯，等一下哦。リーチタイヤをドラ。啊，我出去看一下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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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英灵幻梦我有看到，我有看到英灵幻梦，你等我一下好不好？我看怎么一个任务。哦，仓库凤娜，这凤娜怎么用啊？哦，有了有了有了。我终于今年有月饼玩了，天哪！但去年跟他们打的时候，一直狂丢月饼给我，我吃不到啊！气死气死！右上角点凤娜哪里？没有啊，这里吧？不，他说哪一个？请问凤娜在哪边？活动仓库礼物礼品铺那仓库礼物礼品凤娜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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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谢谢。啊，解完任务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没想到一个小时内就解完了，比想象中的久一点。好了，开喽。放这房间，来2022。哦，2022年9月，哇，哇哦！英灵幻梦，你怎么没有抢进来嘞？可以的，猫咪。可以的，猫咪，按下哦。有场外吗？我觉得可以开了，也不是吗？我们人也够多了，人也够多了啊，可以开了吧？啊，我可以清唱啦，就是
我们来唱唱啊，只是说这个他的杂讯抑制没办法关，所以可能会听到一些外面喇叭的声音啊什么的，对啊，所以要吗？要的话，我是可以用这个声音唱啦。啊，我们来我们的时间管理大师的歌。哎，我心是不是？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我要打什么牌啊？天哪、啊！打掉，打掉，不行哎、欸。我靠！对呢，我刚是想要国士无双的呢。好了，我们回来了。要点歌吗？要我会唱哦。啊！被碰走了，我的流局满贯没了。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啊，好可惜哟！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歌声安很响。你像的将光芒，木兰把我照亮。我要补一的不会唱，没有，那时候尤里也有说，他有在唱毛，听毛不易的歌嘛。然后那时候聊到后面是杰克比较适合毛不易的歌，声音比较低啊。好，那算了，不唱了，不唱了。唱累了，什么？你才唱几句呢？看一下哦，宝宝宝，哎，一二三四哦，也没有办法，有万有引力吗？会啊，我会唱啊。终于等到响起的下课铃，哎、啊，要换你的歌。你我找个歌词啊，好久没唱了。你快丢出有音了，已经丢出来了、啊。有回音啊、哦，好。终于等到响起了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到消防，我为你弹消防圆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但我偷偷看你。但我偷偷的想着你，想起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才是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好嘞，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我因为你开始相信那些大道理。我的天哪、啊！不行这样子呢，还要吗？还是要换一首？
天空有太阳暖暖的放晴，却又期待下一场大雨。我和你乘山雨中穿行，走进每一个点点滴滴。啊，怎么打、啊？好听，当然好听啊！没有，那是已经有吼叫过了。还有啥？那女孩对我说：“怎么又是这首？听不腻吗？”没有，你上次就点了这首，还说我不太熟。我看一下哦，这前面不是很像在念曲吗？我想想、哦，嗨，桃子早安，什么星很大，天哎、欸，不是星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不会唱，只有副歌啊。一个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它变成哎。它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关掉好了。哎、欸，啥？他渐渐忘了我，但他并不晓得。跳过。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Echo， 但要用 Echo 唱歌啊，没用 Echo 怎么可以唱？怎么可以用原音唱歌呢？很恐怖哎、欸！哎哎哎哎哎！还有什么啊？开始懂了。这首好久了，那时候唱这首都没人听过哎。那时候我们去好乐迪唱，就唱这首没人听得懂，没人会唱啊。小雨好像会唱。欧若拉。副歌是：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懂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抉择。哦不，不行哎、欸，要嘛打麻，要嘛唱歌，选一个哎、欸。应该左转看一下歌词，右转回来麻将桌。还有啥？等一下，对面怎么那么亮？刚刚对面是不是有想杀人的冲动？还有啥？啊，在你手上。告白气球可以吗？可以啊。啊，听不腻哦。啊，没事啊，我也不腻。哎、欸，我可以把歌词放在那个麻将桌后面，自由。啊，好。我指的 echo 是唱歌时会用的。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哦，对，我可以玩。谢谢你提醒我。有些唱歌时会用的，就只有这个啊。不然平时是用这个啊，因为那个他
很容易收到就是空间音，所以不是很优。三个国士无双是不是？来吧！看来不是。两国国际馆。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哦哦哦，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感觉。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不行，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他那个APP 没有周杰伦的歌真的很难过哎。基本上唱歌很多人都说啊，再杠啊，再杠啊，再来再来。还能不能杠？哎，好尔安安，这样你玩到哪里了？你现在玩到哪里了？再打个钟啊，打！有没有敢打钟啊？三十等十五等重练一次，从三十十五重练，什么意思？光遇没有等级啊？哦，还是你拿到三十个翅膀，然后你跑去献祭，又变到十五了？哦，那你很强耶。那你很强耶。还有什么歌？还有什么歌？十五等直接换 NS 重玩，你也可以开两个账号啊。他没有周杰伦的歌，真的好可惜哟、喔。啊，可爱女人。哎、欸，还有 echo 哦，还有，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银河里，我每天每天每天来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碰到你。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脸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嗨，诺音，来，我教你怎么唱王心凌的歌啊！你不用特别啊，为了留住我唱王心凌的歌，这样受伤的只会是你。昨天唱了什么？心电吸，这城市已经被爱占据。没有，你没有特别想留住我，是不是？好吧，我想也是。我是真的刚好是在我旁边而已，我想也是，因为我想说
通常就是当你爱你跟他你连发嘛，啊，只是你的第四首居然是那个新电溪，我真的有点吓到，因为再来应该会是什么睫毛弯弯跟那个跟其他的，还有啥歌？嗯，哦，然后那个手表是这样啊，商家是不是新手啊？谁？上家吗？他是吧？看一下，很明显是吧？天哪、啊！哇哦！至少人家合过背满吧？跟你讲，他手上也是自牌，三张东在他手上。那诺伊，你要听什么歌啊？手表，唱手表给你听。可是我只能清唱啦、啊。手表，王心凌。那、啊、这首为什么很适合你唱呢？就是他都是属于一个默默付出的那一种。就让我变成你的手表。你打什么牌啊？贴近手背，听你的心跳。在第一时间陪你快乐，夜晚想你沉沉的睡着，拥有你每一秒。就让我的心为你度秒。滴答滴答是我的祈祷，就算是地心引力阻挠，却挡不住我向爱奔跑。然后嘞，为了你我做得到，爱陪着我们寻找一种美好，有你给我暖暖拥抱，对我很重要，爱陪着我们寻找这一刻刚好。你在打什么牌？当时真分真是耳边遇到，爱再也停不了。是海底捞啊。啊，这是王心凌清唱，可能听不出来，可是你去找歌，然后去听，去看歌词啊，好听的歌啦。上家不是新手就是来闹的，对，他不是天才就是白痴。不会啦，至少人家有一位，还是他是打电脑，还是那些让他移位的也是白痴。早上海底捞有开吗？你没看到他很想开店吗？好，我们先回来。啊。专业三马没有吧？三马不是二位就三位啊，那还好吧？即位服侍定，留言才刚刚回完，怎么心都开始发呆？你们那边几点？台湾吗？台湾八点半。嗯。哎呦，还不需要珍贵，或许比较常打活动场。嗯，我打掉了。嗯。吃午饭再来，好，你那边中午了，哇哦，
记。看一下我的歌单哦，等一下哦。歌单，歌单，歌单。哎、欸，到我了。原来我没例子。啊啊！迷人的危险。这个时间吃午饭，关岛夏威夷。不是吧？应该是往右边挪吧？哎，对啊，往东边。所以哪里啊？伦敦？没有。纽西兰，哎呦，很强哎！早安，早安。快有门五小时。夏令营差不多到了，到了什么？哎呀，这一场是不是新手场？好恐怖哦！应该不是吧？哦，不是。定めは絶対です。应该不是吧？啊，感谢 OEU 啊！感谢可以的猫咪，感谢猫咪。哎、欸，怎么两只猫？哎、欸，不好意思哦，让位喽。我把你踢咯，上班的人。啊，不乖乖上班的还在干什么？吃完午饭再来打，我搞不好等一下没人，我累了我就跑去玩迪士尼了。诺耶，你要上班了没？你好困。啊，你没睡哦。所以你又跟他聊到天亮了吗？是吗？有啊，等要上班。好诶、欸，那我知道在你上班的时候去睡觉了。啊，过得快乐一点点。欸、他比我早睡，哇！那应该比你早醒了吧？没有吗？他还在睡吗？目前正在解任务的我，哎、欸，是，请说。好吵，好吵！哎、欸，我难得能吵、欸，哎，妈，去年都被你们吵，我终于能吵了。嗯哼，
算します。ポンです。还怪怪的，还怪怪的，还怪怪的。绿茶杯冬瓜，早安，安安，安安。等一下。Beach。好像。没了，对不对？没有存全的，对不对？没了。Run！ 啊，失败しちゃったかも。啊，对呢，不是啊。啊，算了，没事，没事，没事，小赌怡情。我刚忘记看到二条了，没有啊，可是刚打二条啊，我听七条七万还是没有啊，没办法啊，对不对？他听七的话，我表示七四眼呢，都还是都没有啊，啊，难过难过，没事啦。成全哦，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嗯。哎，刚刚今天好像比较热哎，天哪！但每次都讲说好了要去休息，但都没有睡着。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哦，今年才开始玩，今年四月五月开始玩，然后两供应商，看一下这游戏对我做了什么。这游戏把他要给我的钱全部丢在这游戏上面，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本来是我的钱。他起床了，你醒来哦，你快醒来哦。诺英快醒醒，诺英快醒醒。贡献值不太会看，不是你就去点那个啊。等一下你回首页去点那个那个啥，
啊，完了，真的太久没打了、欸。啊！我要哭了哦。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还有什么歌？把你当空气。我可以。啊，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在考虑等等睡死去还是调作息睡觉啊，能睡觉当然要睡觉啊。李奇哦，立业开始，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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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啊！哦不，哦是这种牌。李奇。地质纯全三色。啊，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有鬼。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トン、ホイツ、ドラ。昨天玩到早上十点，晚上八点起来。啊，不就我关台。我关台后已经在玩这样子吗？那你其实逛得很开心耶，因为如果你从第一张地图逛到最后一张地图，而且一个新手如果没人带的话，你起码有六个小时都在公寓里面走路耶。科技安安啊，你第一次去木土那个地方，啊有被龙撞到吗？还是有人帮你？有哦，你是有被撞到，还是有人帮你？都有，啊都有，我也是没办法啦。有人帮你去被龙撞，都有，真的。有，应该说某几天的晚上，我无聊会跑去那一张地图玩，就是人家说六龙嘛，就是龙往你这边撞，然后就马上跑掉的那种，不是跑掉，就是甩开它这样子。最近无聊都会一个人跑去那边玩。陈阳安，而 Switch 就没办法 ，Switch 不好控。他走哪里，我跟哪里。后来被他雷到，真的假的？啊，如果你经济允许的话，你可以加个会员。这样你看，聊天室的小妞、陈叶、番茄，过这几只都有在玩光遇。啊，条件是你经济许可啦，没有强迫。天马什么时候出啊？天马，你说天才麻将少女的联动吗？去年的，去年过年的时候吧，我就是。天才麻将少女过后的两个月才玩，我好恨。哦，漫画哦，
我怎么会知道？游戏人生第二季什么时候出吧？每年四月一号都说要出，每年四月一号都拿这个来出啊，这玩笑开的不是很好。哎，等下来个三桶，我杠下去哦。ズモ、ごめんなさいね。我干，好大。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嗯，有意思，有意思，我要天河了哦。乌拉皮卡什么时候才要下船？快了啊！哎、欸，没有，不知道会不会下船啊，但是啊，作者在画了，不是吗？有人打算什么有生之年啊？不是啊，重点是他可能画一画，故事剧情又更多啊，也下不了船啊。突然多了一大堆支线出来，我看他要怎么补。啊，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但你有浪了，让我看下去。我现在很克制了。宝宝早安。啊，昨天没洗澡，身上脏脏的。昨天整个想洗澡，可是爬不起来。然后就是瞧到那种比较不会不舒服的角度去睡觉。啊，我好脏哦！リーチや。八七八七九六九六五五四三二，不好意思、欸，你这个名字，ビーチ、ポンです。有了吧，快出来了吧！龙，服着来。哈哈哈！好吃。リーチ，你好丑。没有了。ピンフ、イペコ。四个按钮亮了。ドラ、マンガン。啊，感谢番茄，感谢幻梦，感谢八七八七，感谢感谢。感谢うちから金を巻き上げられる人なんていません。ピ。
你出去看贡献值啊，点那个，点右下角有个像六角形、五角形的那个东西。幺幺不会玩，感受到了。那你呢？哦，幺幺。好啦，按开始哦。嗯，5X1709，那你再磕一单吧。好的，天哪！你知道你每磕一单，我的心就在流血，情绪勒索啊！你要去馒头吗？我刚去过了，现在是海胆吧？怎么是馒头？欸，我等一下想献祭，想想投胎。无客单抽出泽尼亚的我啊，你出门小心一点。欸，那个礼拜四的那个魔物的任务还没打。欸，他是打动作对不对？反正幺幺你把，你要嘛就是留幺九牌，幺幺留幺九牌啊，要不然就是把幺九丢出去嘛。好像不止一单，那就不要抽，那就不要磕啊，等下次活动吧，等活动吧。你真的不会，没事啦。如果你看到按钮亮出来，你就按下去的话，会很痛苦。你只有你一个情况下可以按啊，就是例子。但是例子如果是听零张牌的话，你就先不要按。你不去的话，我先去哦。白痴海胆就还没开始，你到了再叫我传过去就好了。那，啊，你就还没到，我传你要干嘛？气。リーチです。魂战九连宝灯的头，怎么排的那么纯？纯的几率不是很低吗？小心七五，什么七五？没事啦，乱讲的啦，怎么可能那么纯？突然来个四暗客，纯正九连宝灯，打出一桶啊！
我跟你讲，我如果在打实体麻将，我看到这种牌，我一定不会打。啊，不会打这种牌。感谢红雨群的会员。有鬼！这牌桌有鬼！啊，如果你有兴趣加入 DC Live 群，你可以私讯粉专哦。早上没有人。上面网址是粉丝团，下面网址是那个截图的范例。等一下，如果有兴趣加入的话，你可以私讯到粉丝团，然后截这个订阅证明出来。你打这段数字，我知道啦。我说如果在实体麻将的话，我看到这个我一定不知道我听哪张牌，我可能只知道我听了三六筒而已。啊，嘴角剩一块，剩一颗。哎呀，两家听九连，两家听十三面。哎呀，七，还好吧？单期，反正单期那个那一单要听哪么歌都可以，不是吗？三麻单期听北风真的是。贱人贱人。这人太贱了吧。感謝します。ポンです。啊，打哈欠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五十一套。其实我在讲，布布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不太好？太幸福了吧，这个位置。啊，碰。哎，那我可以把之前那时候跟诺英，那时候在玩那什么狼人杀的时候的图弄上来。啊，碰。狂戳猛戳，对啊。浏览，我画图放哪？图画暂存2021吧。啊，这张。等一下哦。埋进去了。
我们到了哦，哦好。啊啊啊啊啊！没有，抱歉，因为在弄光遇。你当了，没事啦。我信你个鬼，根本还没到。有没有？是不是很想说不用立直啦，听牌就好？对不起，我刚刚为了点光鱼，没有办法看画面，只好立直。坏人，红中在谁那？那是电脑。大满哦哦，好嘛，对不起啦，阿茄不要生气好不好？不要穿什么女装让我生气好。来谁？你要红中吗？碰来红中那他就不会穿了，他根本就没有想穿啊。还抛了个精华，什么番茄零二摇，哼，骗不了我的，我还没点进去看。还是我现在荧幕分享给大家看你零二摇，因为我还没看呢、啊。如何，阿茄？阿茄说好就好。仿佛听到啊？什么？你说什么？刚刚有啥讯听不到？什么东西？哈？我什么都没有听到。你刚说什么？对不对？感觉是番茄会讲的一句屁话。啊？什么东西？我没有听到。有点期待，有点害怕。啊！哎，地址。嗯，可是刚刚真的有客人没听到。没有啊，我说我一发了。没听到，你听不听得到都一样的结果啊，对不对？你还是要穿啊，对不对？你听到没听到都还是要穿啊，那就穿吧。还不用不聊什么叔叔啊。好了啦，阿茄。他在光遇里面打叉叉，那我只好给他清圈了。清圈的嘞，看一下哦。我找到了，找到了。
来番茄。对啊，番茄，你装照片还没给我看。这一炮我放下去冲11倍。你是在跟我们同一桌吗？不是吧，我记得你没有啊。11倍溢满，我是你对家，嗨你好，对家你好，不是幺幺，你要知道哦，如果你吃了123，或是任何字牌，123或不吃了19，然后字牌的话，你的牌会变得很难玩哦。因为你首先是你少了一个东西叫做你损失一个东西叫做断腰九这个意。对，所以你后面除非有摸到三个有用的字牌。好没救了。你晚点有空右上角齿轮点下去嘛。然后有个其他跟查看异种。你这边看一下。这边是游戏规则。可以让你赚分数的规则，我知道你新手啊，所以我先跟你说一下，他们都建议新手玩国士无双。我前期我是觉得说你们在搞他，我怎么可能？后面想想，哎，对耶，我那时候连一个新手的断腰九都合不到，我要合个断腰九我还合不到，后面我一开始一律建议。新手玩国士无双，啊，碰，原来还有两场可以查，每一场都可以查吧？那段位不能看吗？所以幺幺，你看到手上有，反正最右边那些字牌，跟一跟九，然后通通打掉，你就可以玩这款游戏。然后只要看到灯亮了，你就按下去。但是如果看到人家打119，然后灯亮了，你按下去，你不要按哦。七。要嘛全留下来，要嘛全丢掉，对吧、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我们在打牌的时候，大家都会把19跟字牌先打出来。对，先教你这个啦，后面再开始学长风跟字风是什么。G。因为场风跟自风，如果你拥有的话，你这一局也可以随便玩。新手国士运通常不错啊，没错没错，我那时候新手的时候，国士的很开心。三四，哎，我那时候。上一次任务的有人场不算哦，还是有。我的绿一色呢？哦，三人呐、啊，三人。蹦。我们站到这个，三人，有人，这个
就不用解释了吧，都被喂起来了。感谢呆鱼啊，那时候呆鱼陪我一直刷，把任务打完。绿色，所以那一局也没有哎、欸，哦有人，两次绿色，全是任务，对，都是任务的墨镜。那你看，摇摇我的牌就是全部没有一跟九跟字牌，所以这叫端腰九。然后摇摇，你不能吃细胞，你吃细胞没有啊？除非啊，算了，我相信你是没有的。你们猜他有没有意？我吃月饼。摇摇。西风的话是你前面这个，你正前方的左下角的字是西，你吃了才有用。上对两家没有，对家一定没有，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是欸。你这是打电脑的吗、欸、可是人家打段位有赢过欸，国士无双欸，你看新手不会啊，和国士就对。来检查，哇，繁星的兔窝好严格啊，繁星好严格啊。对耶，然后结果是一炮双响的摸鱼。有啦，人家有意啦，东风。你看，我丑，但是我还是赢了吧。好了，感谢。啊！感谢我的对家，感谢幺幺，感谢风。不是对家，下家。哎、欸，这个也去买造型了。我想说，嗯，我好像有这一只哎，好，造型买下来。好啦，趁早上人那么多就换游戏了，把人吓走。我的北风呢？北风在我这。嗯，没事啊，幺幺之后都有玩的时候再来玩啊。再好好教你，努力看教学，对吧、啊？你可以去教学看一下。其实，我也讲过啦，我当时其实排斥日马是因为会的人太多了。那如果来玩的话，一定会气死很多人，然后我也会被他们气到，就索性不玩。但是当时兔窝真的太多人在玩日马了，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们一起玩？我知道就。就来学学日嘛，看怎么玩。太快了吧！地址呢？欸，这个贴图好像也蛮好用的。这只角色贴图好像不错欸，尤其是这个，我好喜欢哦。干嘛不地址？可是你还是在想说还可以有做什么牌啊，结果来牌就来了是不是啊？没事没事，我懂我懂。好狠，最近和国士无双。对啊，
没事啦，我懂。啊，怎么样？我开始玩日麻会去记忆，记几种，记就会打。对啊，就是多打就会了啊。他们也每次都跟我讲说，你多打就会了，多打多看，一直玩你就会了。啊，当你合过，你开始知道怎么合牌之后，就觉得哇，成就感满满，就跟跑光遇一样。尾刀留给我了，你要想呢，我这怎么尾？我打出了多少？来能玩吗？哇，你说还能玩是不是？先让给没有玩过的啊，等都玩过了，来，你违规了，你还要我让你玩？哎、欸！你看一下台规第九条，你违规了，你还想跟我玩？你伤害了我，你伤害了这个台规。哇、wow, 狠人！天牌哟！哇，竟然马上三色同顺，太爽了吧！看到摸牌吗？那还好吧。我那时候前面就有两个人直接就一二巡就停牌了，给两个人慢慢玩，玩到海河底耶。你看的不够多、哦，你修罗场玩的不够多、哦。九十九海鸟。嗯，你没梦想。我是阿杯，我就弄了修罗场欸，不是段位欸。安安。九种他，九种他，算了哦，没事啊，那你们跑吧，我专心开台，你们跑，九他，伤害他。观众场合过了，有啊，他合过了，所以他下一个梦想就是九连宝灯。他下一次要在台上合九连宝灯。我要换牌了哦！看呀！
看。それ、杠ですわ。干嘛？要四杠了吗？本。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是四杠他还是四杠我啊？想一下哎。龙。啊，结束了，没了，太无情了，这个信太无情了，这个信太无情了。任务完了，全目标达成。好啦，感谢信，感谢一梦如故当初，感谢一鸣惊人。嗯，好，很乖，没有重复。怎么有两粒？就直接听牌啊！你坐下去的瞬间马上听牌。不是我不拿，没看到我在做梦吗？这几率好小，你双粒子其实就快天合了啊，只是快而已啦，会不会合到也是另外一码子的事了。我等下去楼下，我早餐吃完了。你说双粒子吗？哦，对啊，修罗其实几率很大。我第一次看到天河也是在修罗场，那时候我还是个萌新的时候。十三面还行吧，三面其实不难啊，你只要花点阳寿，十三面就垂手可得。啊，我去跑一下峡谷好了，我去走一下峡谷，召唤峡谷。好孩子，不要学我，东二就把三家盯死哦。什么意思？你私讯粉专了没？我真的是用走的，天哪！那峡谷用跑的，我用走。有，但我 YT 干全部出来，没关系啊，慢慢来。感谢低令的会员，你是不是潜水观众？我记得，我有记得你的 ID 哦。哎啊，如果你有兴趣加入兔窝，就私讯粉一样，私讯粉专，然后下面有那个订阅证明，不是打八八八八范例。是的，对吧？啊，虽然吃药副作用，但是有些 ID 还是有提醒啊，比较乖一点哈、
平安。哎呀，四七，哎呀，要吗？啊、算了，剩十张了，随便随便，跑峡谷，跑峡谷。想问土司喵在不在？在的话，带他去投胎。赌了没有？我都一定会赌啊，就懒得点，啊，交给命运决定。電波よ。难，等等，可以来馒头集合，吃饱了。刚稍早小妞带我吃过了，我吃过小妞的馒头了。你昨天吃了红馒头，有红馒头这东西哦，我只知道红蛋呢。那红馒头是什么？才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着睡不着。最初是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笑，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寿桃有包馅料就不叫馒头了吧？馒头不就是面粉团？没有东西的。哦，好像只有荔枝才能走赛道，哎，危险了，危险了。现实推荐炸馒头超好吃，有啊，我知道。ごめんなさい、お先よ。哦，26张牌，我应该可以速刷。等我一下哦，加上炼乳战，那不就是那个的吗？那种路边摊的那种。还是你会吃炸银丝卷？
这个是回能量的吗？看一下啊。リーチニャ。所以断妖酒是不能有酒数吗？什么是酒数？就不能有一酒啊，一酒跟字啊。明天想吃馒头了，什么意思？哦，限时馒头 哦，光玉的馒头。最近才开始玩滴滴。虽然馒头不在也很好加练的就是哦。怎么你要九种了吗？我推一个赞。国士无双是不是？你要猜了吧？刚刚那个赞是不是想国？突然饿了，我天！哎，别国了啦，醒来了啦！醒来喽，别国喽！七。来，我来示范标准的断妖酒。纯正的断妖酒。本ですよ。纯正断腰十三面，あら、上がりよ。看看断恐怖的断腰酒。哎咻，这个断腰有点大，还行吧。之前看到断腰是四万克单起耶。啊，你看一下，溢满断腰酒。哎、欸，对耶，两个五饼哎。我没看到，我的现在眼中只有我的光晕。断腰很难欸，对啊，我那天上次就解那个断腰任务，就是解不到，我解了两小时解不到断腰酒三次任务欸，后来才知道断腰酒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欸，你不想解任务才做得到的任务。藏家亲老头吗？可他打九柄了欸。反正我觉得他是混老头，这老头很混哦。李姐呀，龙呀，
哇，怎么跳满了？怎么突然跳满了？哦。我也不敢打段位啊，打下去我可能要送急诊，呼吸困难。纯正一排中。然后这边合牌再来飞好了。哇，我好像有点太心急了哎，这样牌好难听哦。教主等等能看回放吗？要看哪一段？哎，不是哎。你要看哪段回放？不是啊，你自己就可以拉回去看啦、啊。怎么他的回放？你是说为什么？看哪一段？不，应该说你要我看哪一段？刚刚比站他的牌，哎、欸，怎样了？他怎么了？哦，我等一下看，我等一下看，没有，就是我现在人在广宇哦。我现在回放就好了。这东几呀、啊？要看东几局的上一场吗？上一局吗？没办法、啊，牌盖下来啊，看不到啊。你说等一下出去看回放是不是？那你看那些等一下抢进来的人，那他不就都要重跑？七，哎、欸，狼呀！你可以看啦，我知道你可以看啊。如果万一看到好东西的话，你用讲错还是会出去看的、啊。哎、欸，好、哦、像是四暗客，他有碰牌哎，四个头啊！第几局？第几轮？我出去看，我出去看，哪一局？东几局？东几？东几？东几？ごめんなさい。お先。东三，他有杠牌哎，还是碰牌的？
来，我们出去看。东山局，这不是试案课啊！哎，你没有，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摸的牌，你说从第一巡开始看是不是？你为什么要杠？你不用杠啊！等一下哦，看他是。それ、勘ですわ。这什么摸牌运啊？ポンですよ。チ。这是什么牌运啊？他是杠了之后才摸到西北吧？哎，真的哎，还真的是哎。看一下牌三点哪里啊？牌三要点哪？哦，这个。有吗？没有吗？凉凉吗？对不对？没有哎、欸，没有啊，西两张在这了啊，啊小鸟。小鸟一张出来了，还有一张，对吧、啊？北在这啦。啊、哦！あら、上がり。而且你很可惜耶，如果杠下去的话。不知道，ロンですわ。ごめん、遊ばせ。好凉哦！龙呀，好可惜哟、哦。看吧，干嘛要合那么大？嗨，铁根。哎，不是哎，怎么天又黑了？问一下哦、喔，我光遇现在我在哪里？我是谁？光飞错点、欸，等我一下、喔，等我一下、喔，等我一下哦、喔。现在光遇遇到技术上问题，嗯，因为现在黑漆麻乌的看不到东西在哪里。我看不见啊，你借我传一下好了。干嘛？你要进雪人山的路口，哎、欸，是在哪里？我学，我学，来。
是啊，你这样子还要坐船上去啊，不是吗？你这个还是要坐船上去啊。你是巨人，什么意思？没办法专学。没有啊，还是要过图啊。然后嘞，现在嘞要去哪？哪里儿？等一下，我看一下人家教我东西。看在峡谷，对啊。啊，不然啊，不然还有雪啦。哦，就是你哦。没有你，你刚干下去不会是暗刻啊。所谓的暗刻是，都是靠自己。靠自己摸到三张的牌，然后嘞，有啊，我知道这个洞啊，这个洞我知道啊，啊，我是不是说那天我跟你讲说我是 Switch 不好控，你有没有玩过？你有没有玩过 Switch 玩？哎、欸，然后你要带我去哪里？然后嘞，你要带我去哪裡？你也用过 NS， 然后嘞？不是啊，你要带我去哪啦？我在开台欸，我在开台，你要把我绑去哪？大哥，跟你讲话。想去幕府，你还没跑。没有，今天的石头很好烧，不用怕，一个人就可以了。你说红石吗？今天木土的红石一个人烧就可以了，很简单。不是，我现在画面不在手机的话啊，万一我等一下死掉，你要负责哦。番茄的不是啦，培根啊。这什么 ID 啊？你这 ID 没有被检举吗？被人实施了，还是你们要陪他烧？你要烧就快去啊！你在海龟，今天红石就一只螃蟹。对啊，今天红石就很简单啊，我今天红石就自己烧的啊。你跪在选择关卡处，什么东西？你在裹哦，别裹了啦，别裹了啦。七，我今天是看到那个粉专是说什么，今天超级安全，那什么难得有这么佛的红石，然后就想说，嗯，好，自己去搜搜看。很久没来过一下，别过了啦。砰！
你们说的彩虹蜡烛，哦，彩虹蜡烛在一个叫方舟的地方。你峡谷下去之后往右边走，不是峡谷啊，木土，然后跳下去，不是会有一个被风吹走的动画之后，你一直往地图的右边走。你要去方舟吗？不是我啦。リーチ。来跟聊天似的说。哦，培根，培根不是要，培根他要去说拿大蜡，可是大蜡他要去跑进格啊。あら、ロン。七。他幺九牌凑齐了，哦，没有看错。啊，抱歉了，抱歉了，辛苦小妞了。不过那边那个谁，豪尔那边，你前面一开始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方舟那个地方，他要完成前置任务，他会越变越漂亮。那你现在新手过去的话，会比较吃苦，因为那边的水有毒。你完成第一个任务的话，那边水就可以游泳。哇，你差几张？你是老二，你有没有被检举啊？这名字，不雅 ID。三色同順、順ちゃん、ドラ。所以你真的长头上哦？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医生怎么说？医生有跟你说什么吗？你有没有被抓去研究啊？我在问正经事哎、欸，独角兽白痴哦。三一八四七，减一个人，你们要打的有人三人马，三一八四七，三一八四七，有可能最后一场了哦。干嘛？什么脸？啊，有缺聊天室的啊，不是我开的啦，聊天室他们自己开的，太晚起来看台了，没事没事，去罚写课文一百遍，晚安安安。啊，刚刚说要丢，不丢了是收盘子的啊。我也是真假，什么真假？袋鼠，我跟你打过哎、欸。开车中，大家安安安安。欧元爸爸安安。哦，轮到我了。他可能是说在欧洲打过你亲戚之类的吧。澳洲，跟你亲戚打架，你看打赢了，还有办法在这边打。什么脸？七。
好啦，对不起，不要装可爱，不要装可怜。ごめんなさい。お先よ。装可怜只会让我更想要摧残你。番茄，你住手！不是说你。欸，那这样想想，独角兽如果真的是长头上的话，那个是的话，那请问他们传宗接代是那画面？天哪，早上可以不要这样子吗？认真认真。那一大早的就在那边独角兽，然后传宗接代，我的天哪，有未成年欸，繁星，注重一下。反正你聊天是有未成年的，我要稍早见了他，还不是这个人的 ID， 他变成独角兽，天哪！以后听到独角兽我怎么办？以后听到 Unicorn 我就完蛋了，哎，你就会开始偷笑了。哎，说好的一满桌，啊，结果嘞，又变什么桌？断腰桌。配合了，专家满贯啊，那没错啊，没有，哦，满贯不是一满，是不是？好吧。那我也要不讲武德了。不是啊，你们是班服没打开吗？啊，我是不是可以去收碗了？那我速速去，要给你们了。我收个盘子啊，七。あら。上がりリーチチーしちゃおっと。我合牌了吗？好像合了。我合谁？哦，看到了。我要回收昨天光玉讲的话，我要第一天毕业。你还不是在那边说很吵？下一季出来了，就是大致上的出来了啊。就披风已经更新上去了，然后一些 NPC 的位置啊，跟一些还没完全啊，就是披风已经做好了。你要看在 DC 啊。
不好意思，请问你知道你第一天毕业要花多少钱吗？你看一下哦、喔，大概估计好三百个吧，三百个橘蜡好了。你一个橘蜡150块，你要花多少钱啊？番茄，你又要花多少了？哎、欸，我先哦、喔。可是那个面具红红的好可爱啊！你就红，那你就刻那个面具就好了啊。这样西敏不就是之前水母斗那些刻到水母斗毕业而已？面具红红的啊，不是就是条纹面具吗？它不是红色面具哦、喔，它是黑色的底，然后。那个是有花纹的面具，面具是季节爱心最后奖励啊？对啊，就是啊，没有啊，你是要哪一个面具啊？你是要毕业面具哟？我在看 DC 啊，不是，你说的面具是哪一个面具？你知道？我觉得你搞错意思了呢。它不是红色面具，它是黑色底的呢。然后中间的毕业面具是星星呢。找影片给你看好了。下一季有披风、衣服、面具都有啊！我觉得下一季很棒，就是它几乎都有、欸，每个都有披风、衣服、面具，不像那个表演季不一定有披风。中间星星最后一个面具，你的星数打错了。必要がなければ切り捨てる。これこそが篠宮家の流儀よ。不是，你要想一下哎、欸，万圣节就有猫咪面具了，你还要戴这个面具干嘛？我一定要想办法说服你，我要守护好你的信用卡的钱。我没有守护好的话，那笔钱就不是我的了。你说机票吗？我应该也会买啦，我应该会分吐司喵，我应该分幽灵吐司喵或幽灵跟茄子。我有问尤里下一季还会不会玩、啊、他说会啊。虽然现在我们都是跑完图就休息了，但他那边应该我来出啦。对啊。你可以先留啊，如果吐司喵茄子也要的话，那就是你丢给其中一个人。番茄冷静，对啊，他算了啦，我制止不了他啦。以前面表演季的破碎季的价格，第一天毕业大概4000左右，含机票。对啊，好了，还有人没玩到、哦？还有喂、欸，你的名字也太销魂了吧？可是你是左不左哎、欸，卡不不不，八木哎、欸，等一下好了，
没有听声音。感谢独角兽，我不想念你名字。感谢独角兽啊，感谢感谢。啊，好希望雪怪复刻哦，想要穿那一套白白的衣服。我喜欢毛毛的。我喜欢毛毛的。好像有点颇贵，本来就很贵，你真的不要想不开。一年毕业一次就好了，你一年毕业个两次真的太贵了，不值得。那个真的是早晚就可以毕业的东西，你省着，你省着。鸡皮皮风也毛毛的，不行，他那个看起来太像那个。毛屑，因为我之前有被那个通风管的毛屑那个伤到那个呼吸道，所以每次戴那个披风，觉得我的喉咙痒痒。还好吧，反正我这个季节差不多500多蜡了。哎、欸，不一样哎、欸，你直接去刻那个最大笔的，他有多送几个蜡给你、欸。完蛋了，有没有人可以救救番茄？他呈现下去了。我说好吧，不是还好吧？哦，还好吧，好吧，反正我、哦、看错了，抱歉抱歉。而且你看，你现在也是每天都会跑完毕业，那跑到快灰蜡不是吗？那你就不用怕说你不会还到任务还是什么的。你好扯，不是番茄，你要想，你先省下这一笔4000-5000块的钱，你看，可能这之中这三个月，我们还有更多东西可以买，对不对？我们还有更多东西可以让你买给我，对不对？对吧？你先省下来，好不好 ？Switch 又出了什么游戏，又可以一起玩。你在保护我的礼包吗？没错，没有啦。就算今天你科毕业，你还是会买礼包给我啊。我只是担心你负担太大，好吗？我不是想着我的礼包，我是在替你着想。你想一下，之前欧元爸爸他多夸张，你知道我上次。我之前不是跟那个买那个珍珠钻石吗？然后那个卡片到了，但是要隔3天才能拿到。然后因为我那天又非常想玩，然后就是想说出门又要搭车钱，就觉得又好懒。然后欧元爸爸就抖了那个高铁票给我，然后我就当天直接冲下去那个，这样来回。然后晚上就开始在玩珍珠钻石。三色同克确定，对，我跑，不对，我怎么不做绿鱼色？不对，做不了，不是我跑、欸，是他跑、欸，哎，又过来，所以那天我觉得很恐怖是。那片卡带的价格是2倍的钱，你知道吗？卡带1000多块嘛，然后高铁票来回也1000多块，那个卡带就2000多块钱呢。话说繁星珠子选哪个？我选珠啊。我不能，我的劲敌是男生，虽然他这一代的画风怪怪的，但是我还是不想要我的劲敌是男生。秘密怎么会抖出来了？没有，哎、欸，真的是谢谢有你呢。没有你的话，我真的那天也是等了很久才会拿到卡带。
而且我那时候真的是拼了命想刷一只粉色的黑暗鸦，设为黑暗鸦给欧远爸爸。那时候啊，他的黑暗鸦被打死，好可怜。繁星到时候珠子会跟谁连线一起玩？就番茄啊，番茄、幽灵、小雨，就阿咪狗嘛。看谁有玩就跟谁蹭啊。反正到时候没开个24小时，说不过去吧。只要新喵进化，不要自愿跑校友，没事。那我们就选鳄鱼吧。看，砰！这一代不是新出的那一只螃蟹？那时候看到那两个腮红，哎、欸，有理你耶。啊，那确定了，我身上会带着那只螃蟹了。我感觉他真的是会戴水手的帽子，水手服的帽子。啊，我那时候也说啊，我就很喜欢开放世界的感觉，感觉鳄鱼变成大力鳄那样子，大力鳄还可以啊。啊，吃月饼。你少打一个哦，不要跟一样是不是？我想说只要什么事，没事，我自动脑补成叫他不要进化成一样的就好。然后你如果真的要，你反而是对面具有兴趣，竟然不是对披风有兴趣哦。可是你看一下最右边那个披风真的很棒耶，它是末端有一个环呢。我等等看一下，我跑图跑到刚刚。还没吃早餐，靠！你要咬着吐司面包跑啊？哎、欸，不对啊，你昨天都没有跑，还是你昨天有跑没跑到灰了？也是啊，反正到后面可能就是，可能就比如小雨啊，我杰克可能团四个好一起玩，玩到后面可能他们也就是先告一段落了，然后可能就是都个别就是觉得游戏已经玩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反正兔窝一定有很多也有玩，到时候再蹭他们的图就好，就跟现在的魔物猎人一样。欸，我要魔物猎人也不是我不玩，只是什么？砰！怎么讲？只是他真的，如果真的跟世界一样的话，就真的太好。他那个，我真的是也是就是希望是，就给你一个50分钟的时间，
你随便在这张地图随便去狩猎那种感觉，我比较喜欢是这一种。啊，他这不是，他就是一直都要接任务，一直打，接任务一直打，我觉得很可惜。末端的环感觉就是要打，在后面的人会敲，对不对？那就是长武器啊，我觉得很好看呢。三。不是这个山啊，中秋这几天比较忙啊。对呢，啊，你都是去那边用音响是不是？龙，死人了吗？什么？第三元，干材料你在场上哦？你怎么可以披了这张皮？たとえ神に見放されようと。魔王杀人啦！下一季的重点应该就是氪金物品跟小物品。对啊，我有跟他们讲啊，就是反正就是联动的那些点数商品，就是先买啊。我看一下哦，啊，斯坦克要换换让位哦。他不刚就在了吗？哎、欸，袋鼠、熊猫、兔子，好了，这是世界大战了，四只动物在打架了。出门前赞助饮料杯，感谢小妞。等一下哦，感谢小妞的超级留言。啊，小爱安安 ，Hello Hello， 有没有睡好？有没有睡饱？半夜三四哎，两三点还看你在小雨台打字。阿爸爸，你在开车还打字，专心开车。昨天听他们唱到四点，你说他们是谁？你说小雨他们还是幽离他们？因为小雨他们是两三点结束啊。哇，原来他们私下还有继续唱哦，夸张了。赞助烧烤费用，我应该没有，我们家应该没有烤肉吧？啊，谢谢，我就拿下了。感谢欧元爸爸的总是679元。感谢欧元爸爸的679元。哎、欸，对，还是他们是唱到四点啊？我忘了，反正是，嗯，没有吧？等一下哦，那我是几点跑图的啊？五点六，轮到四点哦，哇，完了，我时间错乱呢，错位时空，反正四点哦，哦。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安心啊！嗨，最最安安，我还在等那一款叫卧龙的那一款啊，很像，也很像人王跟那个叫啥？反正就是也是跟。那叫什么？类似艾尔登吗？人王还有那什么黑暗灵魂？给你烤肉的饮料钱，那你们要不要？
那是不是还缺什么竹炭钱啊？火种的费用、肉的费用。感谢小月的150元，谢谢谢谢。骨盆一样、哦，你说什么？谁的骨盆最端正？我的骨盆最端正。谁的大腿外侧没有？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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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他听什么牌啊？四。泪魂系列，优良要溢满哦，要溢满哦，优良，优良要溢满哦。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か。最近飲料抖太，最近抖太多，要收点。你抖谁？你不是抖在我这边呐、啊？最后の十枚になっても、嗯，知道抖在米娅那边吧？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对吧？哦，我帮你跟米娅说。砰！他说：“哎、欸，于小雪，听繁星说。”你最近抖太多了啊！你要节制呢。他大一口气就这样子。岩兔儿进化很好看，不错看啊。因为我最近的排序好像有点难。好了啦，别再假了啦，一万呢，国士无双哎。太阳ドラ。唉，那由于又是最近太不太持久，太长久坐在椅子上，然后没什么吃，没什么喝，然后有一天睡醒，突然发现屁股痛痛。啊，我先讲一下，没有人捅我还是怎样，是突然睡醒之后，可能睡觉梦到什么噩梦出力。就导致我屁股有点痛，然后因为那天又是变天，我有说过我变天就会拉肚子，就去跑去厕所拉肚子，发现马桶都是血啊，痔疮又来了。我都下班了，你还下不？等一下，你上班才两小时哦、喔。不好意思哎、欸，你上班才两小时。Boom。你上班才15分钟，你去开门而已吧？你是不是去开门的啊？砰！哎，不要打等于等于哦，你砰！你过头了哦，你不要再违规了哦，诺英。不要仗着你喜欢我就可以这样子为所欲为哦。你不是知道，我不知道啊。气。你什么东西？我知不知道？怎么了？棒！我的工作吗？我知道啊，可是我不知道可以这么短呢、欸。等一下，你到底是哪一种工作？你可以跟我，你可以私我一下吗？你是不是特殊工作？女人，你勾起了我的兴趣了。对啊，就15分钟，就这样子哦、喔。不是，不是，重点是他唱不是唱他上班15分钟，然后跟我讲说他下班了，我怎么还在开？不是哎、欸。我刚开，跟你下班，我还是也只是开15分钟啊。我想了解一下15分钟工作内容，不是哦。不是特殊工作，对，你们不要想太多。15分钟的工作有什么？等一下哦。
嗯，喊个欢迎光临，先生几位，然后端菜端到一半就东西丢了，说我下班了，这够特殊了吧？啊！ロン、正義の裁きを受けよ。那可能赚不到什么钱哦，你不懂了哦。他赚到的那些钱都可以养我了，哎。对，我就是这么好养。完了完了，这三只动物在攻击我了。我表妹每天工作三十分钟，月领五万块。你有缺表妹吗？爸爸可以报名当你表妹吗？来聊天室开放报名。来来，履历带好，我们到我们的欧式企业爸爸面前集合，帮他爸开车啊？那我不行，我没有驾照。但有缺女婿吗？啊，可以缺一个副驾驶座的男伴吗？我可以哦，我可以在上面睡觉哦，我会晕车哦。拜托，我每天都在跟他跟爸爸说，哎，你女儿怎样怎样怎样，笑想他女儿很久，没有想当欧元爸爸的儿子啊，想当他女婿这样。哦，繁星你好扯哦，不是说好不能说出来的吗？那你知道我会什么吗？你会喜欢我，还有你会什么？哎，你会的很多哎，这有点难哎。你会晕船，靠腰，我猜错了。那、啊、你醒了没？你不要回收讯息，洛音，你已经违规两次了，你看一下我的台规。我规还打错，白痴哦、喔！等一下啦，我气到，等一下、喔，来，喂。你现在给我来淡水，我要处罚你。完了啦，都没有用，不要再伤害我了，离我远一点啊！我在踩你底线的呢，啊，我在踩你底线，男人。没有啊，双等于不是我的底线，是另外一位。只是你违规的话，我也很为难，对吧？啊，你他妈的，我的底线就是回收讯息，你踩得很大力，你知道吗？很痛哎、欸！好怎样？你要来淡水是不是？哎、欸。不要再伤害我啦！我做错了什么？我的台规被人家违规了，我只是在管理我的台规啊！我做错了什么？我就只是认识诺英而已。啊，这边都是777啦！哼！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你开心了吧？快点给你伤害我！啊，看来是兔子输了，输给了袋鼠，输给了猫，还一只熊。哦，好难过，一只小熊熊。哎，请问一只小熊熊是谁？聊天室打个字。柚子の前で悪さをするやつは。啊，良缘，你的 ID 也太长了吧？那感谢熊，感谢兔子，不，感谢熊，感谢袋鼠，感谢猫啊！爱小爱，你不觉得这很像幽灵吗？真的很晕呢、欸。
他四暗课没继续拼看看，飞用打的，这还好啦。弱肉强食，完蛋了，好像真的是哎、欸。我一开始还太嚣张，哈哈，父子的第一回胜利，还没了，没开玩闹的。那你又来淡水，一直在约。哎、欸，字体有差、欸，有啊。你知道我稍早还不准打注英文吗？稍早聊天室不允许有注英文出现。后来想想太难了，有时候可能是放在尾句。然后后来就想想啊，算了，不要太做人，不要太刁难。多久没开雀魂？你说我吗？三个月吧，两个月。我第一次被你笨就是注英文，那你就白痴啊！啊叫，然后就是叫你全部打错字，你就欠骂啊，你活该啊！像这样吗？对啊，像尤里也是都说好的这样子。他说放在最后面其实还好，又不是说不好意思。没有，主要也是因为有很多也不是台湾人啊，马来西亚、啊、香港啊、新加坡啊，然后就是想说也是尊重一下他们看不懂这种感觉，对吧？啊，我做人比较机车啦，想比较多啦。看。么么分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哎、欸。哎、欸，他听牌的泡泡真的好好看。一只小熊熊，早安，早安，早安！你跑去改名字吗？你问稍早那个拉拉还在吗 ？L A L A， 请问你还在吗？现在在钓鱼哦，潜水的起来换气喽，哺乳类要起来换气喽。我是打掉好了。宁愿安理解，或许你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童话少女安安俄帝国欸，好扯好扯。国事摸月，还好我没打东风。出门打工去啦，爸爸，小妞拜拜。想不到讲什么，没事啊。那个挂号呼吸。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啊！吃月饼。是每只角色的月饼都不一样，是不是？那为什么他是猫不是兔子？你看兔兔拖鞋，我人设一开始是有的，哎，只是后面加拖鞋我觉得太多余了，我就直接都光脚丫了。啊，不是，我是什么足控之类的啦，这真的只是懒得画
那月饼是怎么来的？不是中间有个冰果吗？那你冰果中间只要合了，合了八场就可以拿到了。我去年就没有啊，去年就他们一直在狂吃，我就没得吃啊，很不爽，很不爽。七啊啊，算了，亮了，随便啦。冠良是有个梦想的男人，他是啊。嗯，我奖励都还没换，那没，赶快去领啊！月饼款是要用你的角色啊？有重复的吗？会重复吗？这次猫月饼不是猫爪爪，什么意思？之前是吗？之前不是吧？七月饼没记错的话，一共是三种款式哦，才三种哦，好吧，好忙忙忙忙忙。很常把奖励留到最后领，所以很常忘记领。哎，我之前玩魔兽世界也是，因为我姐的影响啊，她之前都是一个区域的任务全部解完，然后才去一次还任务。那我后面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任务它是有分，看，它有分那个。你哦，比如你解完，它就是一系列任务啦。如果你一次还完的话，你还是要回到那个地方再做任务。就比如说要做个咖喱饭嘛，那你第一个任务就是先收集萝卜，那萝卜收集完之后换马铃薯，所以你就要来回来回来回。如果你全部一次解完一次还的话，你还要回去里面继续收集马铃薯，有的没的。那到后面我就是想说，有路过有经过就直接先回一回，换下一个任务。我在乱打啦，乱打啦没啦，哦一 A 乱打啦没，我留着要干嘛？这个没了啊。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欸，隔壁的有人断线了，隔壁的。哦，好可怜哦。来啦，糊一糊。被电话卡住，你说电话打来是不是？又骂回去，老子在打牌。力气一发，ドラ猫，ドラ猫，娘娘。还有谁？大概来催我吃饭的，我赶快去吃吧。哎妈，还没吃饭呢，记得吃哦。你看，就是这个，差一点点喝，我的天！Oh my god! Oh my god! 的吃真的不见啦。其实也还好啦，因为是听两张啊。欸，这牌很棒耶，看，有一杯口，有双粒子。还有自摸，自
刚谁喂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我带我替在场所有观众感谢你。喂，欸，白痴，我刚刚一直 echo 是不是？没人提醒我吗？啊，那只好继续了。啊，这我不在意你们，继续唱了。嗯，看一下哦，我歌单还有什么？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还是刚刚没 echo 哦？我不知道，有刚刚切到 OBS， 它为什么会显示说我还在用那个 echo？那你没有刚刚切到 OBS， 我看到那个 Echo 的麦克风是在动的。小爱给的哦，哦，小爱，我一定在他们面前多表扬你几句。还有什么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啊，麻不是麻子蛇心，米娅在开晋级的羔羊，等一下菜渣在开台。看他开什么？洛克人，哎呦！菜渣在开洛克人，米娅，妈妈米娅，我去取消一下。撤销。咒语，打不利，在玩洛克人，对吧？好了好了，那我们就开到11点吧。想去第一台，想去第一台，想去。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可是我特别喜欢迈阿密，还有黑人的洛杉矶。欸，利恩真的也很扯欸，昨天想跑去那个小熊的台，我去看一下他玩植物大战这样子。发现他也在里面，哇，哪边都有他欸，欸，你一次都是低几人的台啊？还是看到有谁认识就低？说你就是你，利恩，王龙利恩。熊是你带我过去的，我知道啊，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人家开台你会在啊，我是没有想到会这样子啊，我当然知道他那边是我带过去的啊，拜托我这么可爱的皮，亮咯。抱歉，不是我在第一台啊，是在弄 OBS。
白痴哦、喔，为什么不是打这张？等一下，怎么那么大？怎么那么痛？这游戏声音忽然，游戏的声音忽然什么就没有了，什么意思？雀魂没声音。哎，靠压我开。哦，原来是我关错了哦。小鱼早变超小声，没有没有，我刚刚把雀魂声音关掉了，对 ，OBS 的背景音乐全关掉了。现在还有，现在有了吧？骗鬼哦，中两张礼宝牌。来，这位小鱼就是稍早在聊的，嗯，就是他教会了一次，带会了五六个人打日马，就是这一位。然后在聊天室不能打双等于的也是这一位。好了，我们最后一局咯，你就你呀、啊，想装死啊？你还想装死啊？好啦，今天中午过后看麻子在不在，在的话会开台好吗？上次打麻四跟阿奇啊，气。女人，你现在没空喂养吗？于小雪，我要跟米娅说了哦。但他好像不欢迎我，欢迎谁？我没事啦，番茄在幽灵那边也是一样啊，人家在玩，那喝个大三元把人家打醒，哎，没品，没品啊，阿茄没品，并没有有好吗？啊，不用脑子打。这个芝芝是我们认识的那位芝芝吗？还是不同人？碰。哦，同一个，没事没事。啊，同一个就没事了。一同去郊游。番茄说口他一次穿一次女，哎呦，阿茄，
莉恩的女装照呢？梦里面，空气开始冒烟。再见就要想再见，我要提心革面。哇！あらら、しょうがないの。你好可怜哦。我都不忍心了，天哪！大哥拍，总会打到有慈悲的心出现。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但是我特别喜欢迈阿密，还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还有一根棒棒，你还可以放在头上。六七。七。八。哎、欸，来了、欸！砰！哦，对啊，在米娅那边还活着，那我不抢。立即，你可以放在头上当独角兽。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死了！哎、欸，还没十一点呢、欸，太好了！你早下班。嘿嘿嘿，投げかなくて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啊！感谢芝芝，感谢 PPP， 感谢萝卜。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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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了，撤了，撤了。哦，在番茄的零二摇精华还清洁他家的一灯哦哦，阿茄应该没有了吧？哎、欸，月兔哎、欸，存图，等一下，可爱哦、喔。我丢一下在 DC 哈，借我存一下。日麻风人院，然后存一下图哦。哎、欸，好好看哦。我希望我画画可以那么强。另存一下。完毕。好了。好啦。那今天早上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啦。就中午、下午啊，下午过后就看看那个麻子回来了没，然后就可能会开台啊。白痴就跟他互动就很白目啊。好啦，我带你们去看菜渣有没有开启功能。感谢大家今天早上的收看，感谢感谢。那凡凡生日快乐。新增菜渣需要在社群将他加入直播导向。哎、欸，不是，真的不是我不带哦、喔，你们看一下。看一下，他需要将权限设定中打开，我才能把人带过去啊。好啦，那可怜啦、啊、还有谁可以开？我确定的是阿俊也不行啦、啊、我胡子也不行啦、啊、我还有谁可以啊？没人了啦啊，没人没人，原地解散，各位拜拜，大家原地解散，拜拜拜拜拜拜。